好久不见，他们啊，这是第一次看到你穿滑雪装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穿滑雪装。哦，对，我们的，我们大家的第一次看到滑雪装。哦，伊娃，这个是好看呢。来，拜伊娃。快哦，跟上。什么？天哪！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想来 Cyprus。来 ，so first time Cyprus， let's go。有三位特别来宾，所以伊娃开始，伊娃是等级四的教练，他也在 GoPro 上面上班。什么叫做等级四？是影片欢迎由 Burton 来提供场地。然后今天我们有 Elaine， yeah, Hello Elaine， 你好你好你好。右边的是 Johnny， Hi， Hello Hello Hello， 你刚才说什么？等一下下次说。大跳 Sky， 不要这样子。我们要去 Sky Chair， 所以你要下缆车的时候是要用 Jump 的。我不知道你在吓我还是讲真的。不要，那我们拭目以待喽。Yeah。切了嘛？对对，来了来了，好快啊！哇呀呀呀！不不，哇，都撞了好大力！哎、欸，我们今天真的挑了太棒的时间了。没错，大太阳，天气又好，又有粉雪，真的。老板，你好。I'm cold red, my service automated, like data running through my veins. Got you distracted, subconscious overloaded. Careful, don't pull the cord on me. Yeah, 恭喜登顶！耶，这里超美的 Lane。哦，哦，哦，这个背景帅，好，帮你拍一张。好，所以我们现在往 Sky Chair 下去了。然后现在累，嗨，刚来的粉雪棉被如何体验？好冷哦。对啊，春天很爽，真的很棒。然后今天邀请那个 Eva GoPro 大师来帮我们做个记录。嗨，希望成功。好，Let's go。
哦，全身好冻啊，不过超级开心，太棒了，感谢两位。山已经开始好冷了。哦，真的，而且人好多，看一下。大家翘班来滑雪。